像我们这个原本的琉璃台，它是大理石，是深黑色的。贴这个皮啊，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是，你选这个贴皮，它本身的厚度不能太厚，也不会太薄，因为你太薄的话，它容易起泡泡。像这种它本身是有一点硬度的，它在贴的时候比较不会有泡泡，所以失败率会比较低一点。贴这个的有个技巧是，拉了长度之后，你的台面只能长不能短，因为长的话可以去把它裁切修边的时候，把它用美容刀割掉。可是如果一个短的话，你就会有黑边会露出来，就是贴的地方会不完全。然后会选这个颜色也是因为这边的色调是偏比较应该说白色浅的啊，所以会选这种比较浅的木纹的质感。像是这边啊，在贴的时候本身基础它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方，因为它本身是塑胶的，所以我们本身如果加上吹风机的话，你可以去吹，它会比较顺势，在它的基础面的任何的幅度它会比较服帖，然后最边边再用美工刀把它修。凡事的膜一定要把它留长，不要留短，因为你才能去做切割，起来的面才是漂亮的。你在贴的时候难免啊边边角角会常去手摸到，所以那边的粘性会比较低一点。会想要留长的最主要的点是，你会把你摸粘度不够的地方，刚好你在裁切的时候也会裁掉，所以留下来的是最新最黏的地方。这白色的，这个不要不要脏，到时候把它擦干净。这有点像是仿布织布的，有点像仿布织布。啊，你拉的长度要超过你想贴的面，因为到时候这样裁起来才会漂亮。然后这样一路这样把它卷下来。OK。就把它卷下来，卷下来，一样哦。你捏的点要超过它，哦，要超过它。那假设我这边，我就做一个技巧，我手抓这边，用剪的也可以啊，就是对线。反正我们留的要贴的材料可以多，可是不要少，用干净。尤其是这个边边角角的地方，因为它那边到时候比较容易掀开，所以这边要特别边边角角特别去把它擦过。露出来这一面，那再把它转过来，前面啊，这样子，稍微对一下位置，因为它这整面蛮长的，所以如果你贴歪的话，到时候它会歪。你准备的长度啊，还有你的位置有没有歪掉，检查一下。你手边抹平它的时候啊，你就边拉。这个边边之所以不要往内包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接触面积太小了，所以它很容易翘起来。然后我们贴出这个之后啊，对齐的这边它会自然而然没办法割过去，所以你刀片要凸出来，这时候顺势往下。你看到这样贴起我们的门片，就是刚才我们折出来的转折点，就这样一路往下割就对这个沙发是淘宝卖的。哦，对，帮我们拿开看看。它下面是这样，蛮搭的。对，它摸起来很舒服。对，地毯也是特别选比较复古的。像是这一种啊，因为它毕竟跟琉璃台会有水接触的地方，在改色的时候就不可以用一般像是乳胶漆或是水泥漆，它要用那种叫做类似家具漆，比较有 延伸性的，它涂上去，所以它这种比较不怕摸脏啊，或是容易刮到。像这种比较常碰到的面，因为它会接触水或是脏污，然后手常去开关它，这种常怕脏的地方，我们就会用一种漆叫做水凝瓷漆，像是这一种。
它本身也是水性的哦，不是油性的。然后因为传统可能用一些油性的，可是它本身味道比较重，然后比较难干。它反光面比较大的话，它的缺点会容易把它反光出来。那我们这种会比较常用这种水泥漆，它是立邦的、哦。嗯。那用这种去漆的话，它本身它的油漆啊，它的延展性比较好，所以它的表面漆起来的话会比较耐脏。还有一个点是，因为像是这种柜体的表面啊，它都比较光滑。一般的那种水泥漆或是那种乳胶漆会比较难上去，一涂完它就会晕开来。像是我们这一块玻璃啊，它其实是原本也是现有的，它是开放式的一种轻玻璃。我们为了去做一些装饰啊，我们有去网上买这种，它其实叫做装饰条，它是蛮有趣的，因为它是软的，它本身自己后面有背胶，就是它有做贴纸可以。它这后面是软软的，它是粘的，然后它可以粘贴在你想要像这种，我们就仿那种格子啊，像这种传统的做法，可能要弄请木工做那种木工条，然后才可以这样砍，然后再做油漆。可是这个项目其实是比较繁琐，跟金额比较高的，那我们可以用这种已经现有的颜色，然后去粘贴上去，它就会呈现另外一种感觉。对，所以它就是。像这只是玻璃，它就直接贴上去了。因为你这个如果要请木工来，然后再做油漆的话，可能做起来接近，因为这种是很少的工作，可能上万可能都需要。自己弄买这种材料的话，几百块就可以自己粘出自己想要的感觉。窗框原本就白的，只是我们很脏，我们把它刷干净而已。有些很丑的东西其实只是脏而已， 你把它弄干净，它就会变漂亮。然后像这种洞洞，它原本是其实是左右两边开的。那我们去虾皮上随便买一个这种几十块的不锈钢的贴纸啊，把那些洞洞给遮起来。放外面其实蛮多人会弄什么透明胶带，就是自己把它乱粘起来。这是贴纸哦。它是不锈钢的贴纸啊，把一些他们原本有挖的一些龙头的洞啊给遮起来。现在越来越多家里啊会铺地板，地板木会有很多选择，可能。最便宜的叫做 PVC 的塑胶地板，然后再来可能 SPC 啊，石塑地板或是超耐磨木地板。那石塑地板跟超耐磨木地板，它本身现在很多都做卡扣式的，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像早期的木地板做木工钉板啊等等，所以相对它的活动性弹性是很大，也就是它的施工也很简单啊。像这种它是做卡扣式的，要不要拔一下给各位看一下？它是那种做卡扣式的，他们可能底下啊平整度有之后，加一些防潮垫或是静音垫。好，它是我们去那种无版权的网站自己下载，就是买画框，然后这个你就去找输出店输出，像这样输出一幅好像100多块吧，直接在店面买可能要快1000或者1000多。它这种方式也很常运用在那个。居家软装啊，配置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因为很多画其实在买现成，它的款式有限，然后价格又很贵，所以可以选择便宜的框跟想要自己的无版权的输出的画去做结合，然后可以在空间是真的选适合它的画，又便宜，又很搭配在空间里面，这是 A 字常用，我觉得蛮棒的地方。然后因为其实现有的画真的是越来越贵。那款式大，它不可能输出非常多给你去做挑选，所以很难挑选到适合这个空间的里面的元素色调适合的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是省钱又可以好搭配这样子。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比较复古的那种，就是都是那种比较像比较早期的风格。它的加起来是复古的，画就要选复古类的，像是任何图案啊，每一个图案，我觉得软装有趣的是，就是你只要它的大方向都是复古的去替换上的话，每一种里面的画面啊，呈现出来的感觉都会让这个空间有所不一样的感受了。那我觉得这是软装很棒的，因为它就是可以自由去替换跟摆放其他的位置。然后也是很喜欢它的，就是这些弧度啊的设计，然后它也是实木的。这椅子应该很老了，就是以前的椅子比较有这种细节，像这个是窄的，然后到宽的，再收到窄的。然后原本我买来是想要把它换布，可是买来之后我就发现太困难了。我有尝试要换，然后这个是原本要换的痕迹，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弄得太丑了。我原本想要就是包起来，然后钉起来或粘起来之类的，然后后来又想说。如果换掉的话很可惜，因为这个布虽然一样好阿妈，还是蛮有特色的。那像这两张，一张多少钱啊？一张好像600吧。欸、真的是可以买。这个是在古董店卖，可能一张要2-3千。对。然后他又换过布的话。